我觉得在这个玩艺术这个概念上，可以去操纵很多的艺术流派，不是被艺术风格和艺术流派所左右。为什么说康多他特别聪明呢？在他的作品当中啊，你能看到很多的像维拉斯凯斯啊、爱德华马奈啊，包括毕加索，你还可以看到波普艺术的影子。他就曾经说过，唯一一个让我可以跟其他艺术家不同的地方，就在于我可以让每一个艺术家都变成我。他也是在自己青年的时期呢，创建了乐队，也正在那个时候，他认识了巴斯奎亚，两个人呢成为了好朋友。音乐的节奏感一直都渗透在康多的艺术作品当中。说起康多玩音乐呢，一下子让我想起了周杰伦，他也是康多作品的这个拥趸者。就像许多人呢听不懂周杰伦，很多人也看不懂康多到底在画什么，但是他们呢又都是自己艺术领域里面目前最当红的那个人。周杰伦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呢，人们在他的音乐里啊能听到所有的音乐，无论是 R&B 或者说唱、爵士，还有英伦的摇滚，或者是肖邦、莫扎特和贝多芬，你能保证最时髦、最经典的音乐它里面全有。这在当今啊这种快节奏处处都需要很多信息量的时代，是最符合大家胃口的。同样道理，我想这也是康多走红的原因之一。你说不出来康多到底画的是什么，但是人们在他的作品里头能看到所有的艺术，无论是毕加索啊、巴斯奎亚呀，还有安迪沃霍尔啊，包括伦勃朗，你能保证最经典和最时髦的艺术他的画里面全都有。他跟周杰伦一样，都靠搬运众多的经典和流行元素，让自己成为了现在当下最经典也是最热门最流行的那个艺术家。我是 Cindy， 在洛杉矶带你发现艺术。